Well, boys, you've passed with flying colors, and you've earned my respect. We had our differences in the past, but I have to admit, I'm impressed. You can now all proudly carry the title of being the best of the best.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with your mission. さあ、国民党の特殊小隊はすでにラムジャから離れビルマの北方です。どこへ向かっている？イエレンさんです。イエレンさん？はい。奴らの目的は？わかりません。重要で特別な任務であるとわかります。もしや相手は何かを気づいたか？イエレンさんに駐屯している一番上の指揮官は第18師団に属する桃具三吉です。百武少佐へ伝令、今すぐ敵軍が出したその正体を追撃させ、何としても相手を全滅させ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イエレンさんに隠れている秘密が外にバレたら二度とここへ帰ってくるなと言え。はい。報告。入れ。少佐、大佐殿のご来電です。第18師団はこれまで敵を脅かす無敵の軍だ。たった9人の中国人がどうしたというんだ。神尾大佐は年を取れば取るほど小さくなった。ここは鬼の居場所だ。兵の一人を出さなくとも勝手に消えるだろう。少佐、ではどのように返事しますか？こう伝えろ。全力を尽くして敵を殺す。どうかご安心ください。失敗なら切腹いたします。はい。
怎么了？怎么了？隐蔽。怎么没动静了？这耍我们的。进这个鬼地方好几天了，这是第一次收到刀子在前面的警告，不会出什么事吧？声音是从十一点钟方向传来，大约二十米的距离。曹三，去看看。是。队长，没事了，不用去了。队长，什么情况？前面有很多死人。常年打仗的人，哪个没见过死人啊？那些死人看起来很奇怪。去看看。刚才我看到这些刺刀，以为有埋伏，才发的警报。对不起，看来是大溃败时没走出去的远征军士兵。这出国打鬼鬼子，要我说，这死在战场上死得其所，这要是被这片林子困死了，这也太不值了吧？不值的事儿多了去了，你要真觉得不值，你就去阎王爷那儿喊冤去。要是他们可以翻过这两座山，再走十几公里，就可以到达大理以北的远征军控制区。可惜没能坚持到最后。为国牺牲，死得其所。埋了吧。是。哎，别动。你没有发现这些人死得很奇怪吗？有些人是埋了一半，会不会是陷阱？哎呦我的妈呀！不，蚂蚁包！不，还好刚才没动。哎，我说。哥几个，你们太怂了，不就是一群蚂蚁吗？有什么可怕的？你觉得吸血蚂蟥可怕吗？哎，那玩意儿可厉害，听说叮在人身上，不一会儿就能把人吸成干尸啊。起码我们知道它在哪，只要不沾上就没什么问题。这些长嘴的蚂蚁比吸血蚂蟥厉害得多，就藏在这些个土包里，看不清楚的人一脚下去，拔出来腿就变成玉米棒子了。你们看这些尸体。我的腿！看来这队远征军是不小心踩进了蚁穴，才引起了这些蚂蚁的进攻，猝不及防下，才导致全军覆没。
那有对付这些蚂蚁的办法吗？要我说，那只能用火烧啊！不，这山林是蚂蚁的家，那树叶把它们埋一下，也算是我们对牺牲的战友们一点敬意吧。 再这么走下去，太耗费体力了。刀子，你去找几棵没有问题的大树，全体人员都上树休息一下，分组警戒。等明天雨小点再继续赶路。是。哎呀，我的妈呀！哎，下这么大雨，这树干滑得跟冰似的，也不知道猴孙子怎么上去的。我们这小分队啊，个个都是牛人。 都有两把刷子。队长，前面有几棵树，可以让我们休息。好，曹三儿，你负责上半夜。是。大牛，你负责警戒下半夜。好嘞，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长毛，你还有这藏货呢？喝两口，好排排湿气。哎呀！ 这是好东西。哎，我说赵万阔，你知不知道咱们到底要干什么去啊？我说你们怎么都以为我知道啊？就因为你小子是坐着汽车最后一个来到机场的。哎，这次进山，我除了知道一切要听那个冷脸娘们的之外，其他的事情我狗屁也不知道。 这事情啊，咱不是保密吗？保密当然不会告诉你了。我是真的不知道。哎，这见鬼的野人山刚被远征军死多活少的掠了一遍，你说到底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咱们几个人提着脑袋来冒这二茬子险啊？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小鬼子想绕到我们三十六师的背后偷袭我们呀？他们跑那么远去云南偷袭我们，不是找死吗？ 那如果他们要真这么做，偷袭成功了怎么办？那老蒋一定会叫英国人炸死这帮小鬼子的。你想什么呢？肯定想女人的吧？你呀，赶紧睡觉吧。哎，我跟你一样，我一到晚上就特别想我那些老乡好们。你就别抱怨了。 我们能活着就不错。睡吧啊，别想你那些妖精了。
そうだ、藤田からの報告は。藤田が率いた小隊は先日山に迷っていて。バカ者！護送した者はどこだ。ご安心ください。物は無事ですが、藤田からの最新情報によると第113連隊の区域に4日以内に入る予定です。藤田に言え、失敗はもう許されないと。俺の我慢は限界だ。はい。来ました。中国人はなぜここに現れたんだ。しかも先進武器をあんなに装備して相手になりませんよ。しばらく撤退しましょう。撤退？窮地に追いかけられたら全滅させられるぞ。しかし箱の守りが役目そのものです。もう少し頑張れ。相手に集中しろ。はい。
上树了，我一个人救不活，你是一个也打不死。你别嘴把式，你打一个给老子看看。我不光能弄死人，我还能打死人。你那是瞎猫碰死耗子，你蒙的你。站住！没事吧？没事。我说傻大个，你往哪儿射呢？你他娘的就算没死也添乱。
無事に届けてくれよ。ご安心ください。命を懸けても絶対この役目を遂げます。ああ。队长，没事吧？曹国舅，去警戒。明白。刀子，把来时的痕迹掩盖下，最好再做几个幌子，千万别让鬼子知道咱们的行动路线。是。其他人原地休整。这鬼天气，我说变就变。你说你变也行。你跟本大夫打个招呼啊你啊。嘿，你脸够大的，你算老几啊？老天爷还跟你打个招呼。这么大的雨都浇不灭你那比狗屎还臭的脾气啊。老子一看到你这张草包脸就更来气。你给我滚边拉去，懒得搭理你。队长，你还别说，你给我们整的这套美国佬的装甲衣啊，好使，挨了两枪，一点事儿都没有。你看，警戒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睡着了。知不知道因为你的疏忽差点害死所有人？作为一个军人，连最起码的责任心和警惕性都没有。你告诉我，你还能干什么？我能打仗，我能杀鬼子呀。我们被围困在树上，只有你一个人在敌人的外围。你最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出一条通道，协助你的战友脱离危险。而你，漫无目的的四处开枪，你除了浪费子弹，你杀了几个鬼子？我错了，队长，下不为例。进了野人山，我们第一次跟鬼子干上。谁都需要个适应的过程，至于怎么较真儿吗？敌人会因为你是第一次就手下留情吗？赵半空，你没有资格替他辩解。我怎么没资格呀？因为你犯了三个错，更加不可原谅。第一，敌人从你的方向摸过来，你竟然等他们到了眼皮子底下才发现。第二，你应该时刻清楚自己的位置，为了一把枪差点送了命，同时你也连累了所有人。第三，撤离的时候你一意孤行，你那不是勇敢，是愚蠢，愚蠢之极。半块啊，一直在转运连，毕竟是四年没摸过枪了，是吧？队长，你就原谅他这次吧。啊，半块，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我照顾你。我们的小分队要的是能打仗的战士，而不是累赘。不要让我后悔带你们进野人山。明白吗？明白了吗？不明白。队长，我明白什么？我本来不想来，是你非让我来的。你要对我不满，你让我走。你巴不得想当个炮灰是不是？你特别想证明自己是个愚蠢的人是吧？好，我成全你。我告诉你，赵半阔，就算是做炮灰，也要做个有价值的炮灰。队长，他有话说啊。哎，你个瘪犊子玩意儿，你这。队长，我不是那意思，你看这个赵半阔，这确实是欠骂，这个太缺乏经验，简直就是个菜头。这，哎，以后就叫他菜头吧。啊，你就是个那个。不过话又说回来，是吧？要是没有赵半阔啊，咱们可能还逃不出来呢。啊，就是因为他给咱们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要不然咱们现在还跟小鬼子磨叽呢，是不是？队长，老草包这话说的在理。这骂也骂了，吵也吵了，气儿不顺，咱冲着鬼子撒，成吗？对，队长，何其盛哉，何其盛哉！还是经验不够啊，菜头啊！你去个屁！老草包这次总算说对了一句话，下次你和那个傻大个再磨蹭，老子就让你们喂蚂蚁！哎哎哎哎，我听出来了，他是不是骂我了？啊？哎，我说你个长毛怪物，你骂谁呢？信不信把你栽土里拔不出来啊？你骂谁呢？啊！二位，喂蚂蚁是小事儿，喂饱咱们自己的肚子是大事儿啊。今天的午餐非常的丰盛，都是你们最爱吃的西餐美式压缩饼干，开饭。我也奇怪，你说这鬼地方。要么呢，就一个人都见不着，好不容易见着人了呢，是一群死人，终于见着活的了，竟然是这么一大群鬼子兵，你说这家整的你。可从刚刚鬼子的火力分布来看，人数应该不多，顶多也就20几个，会不会是鬼子落单巡逻的小分队？哼，这么大的林子，就这么几十个人组成的两支小分队，居然还能撞到一起。果然天生是冤家。哎，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军装？实在是太狼狈了。这帮鬼子肯定是尾随第四军，在这里搜索第四军的残军，或去套情报的，可能刚从林子里出来。长毛，那么大的雨，你都能看得清楚？哎，菜刀，不是这死长毛能看得清楚，还是你的经验太少。不管怎样。刚才发生这么突然的情况，大家还要谨慎一些。嗯。卓言，你怎么醒了？爸，这孩子病刚好，怎么能不注意休息呢？大半夜的，找我有事儿啊？啊？爸，你认识赵半阔吗？为什么这么说？半阔他消失了，无影无踪，甚至我找不到一个认识他的人，找不到任何他存在过的痕迹。我感觉就像是做了一场梦。孩子，听爸爸的话，忘了他吧。身逢乱世，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情非得已啊。我还有机会再见到他吗？只要他活着，一定能。师座，有事吗？大小姐电话，我给接进来了。喂，半阔，是你吗？卓言，
是我。孩子，你的脸色这么难看，谁的电话？爸，没什么。好孩子，听爸爸话，回去休息吧。证件。麻烦你快一点。你看这。美味しいね。いい女じゃねえか。这车，这车轮子有问题呀！快看，行走。あの女は中に入ったはずだ。站住！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我心灵敞开的眼睛。
就是。